大家好，我是嘉禾。一会儿我们去口豆猫呢洗真困，就是意思就是小孩孩子的自然公园。听说是一个很大的地方，一起去给大家看一下吧。不过里边的玩具设施据说都已经关掉了。马上我们一起去看一看，出发吧，出发。好，我现在在去公园的路上，上一趟麦当劳。现在在麦当劳，麦当劳现在只有外卖，只接受外卖，没有客人哈。这个很少见哦，这个店。发烧肉的店。现在我们到公园了，孩子的自然公园，真的是像大自然里边，在大自然里边，漫山遍野的蒲公英，他们俩吹呀吹呀吹呀，好开心的样子，孩子开心，妈妈看着也开心。看这个是某学校的试验田，学生种的田地。今天的天气特别好，在大自然里尽情的放松。也许你会发光，也许你会茁壮。这是什么？我们发现了什么？有一种小动物，他们两个在干什么呢？你看见了吗？我说啊，一动一动的。我没有注意到。是你会发光，也许你会茁壮，只要你抱着希望，一直努力就会成长。曾经的挫折，赶紧走吧，少儿不宜。也许会失望，这是两只小燕呀，是小鸭子。上山去看一看吧，山上的风景一样很好。只要你抱着希望，一直努力就会成长。神经的挫折，看看山上有什么。到山顶了，要到山顶了。哇哦，风景这边独好。关注我的频道，分享更多带孩子玩的地方。相信你会坚持的翱翔。